用客家米做自主品牌的台东米王吴尚昌，为了减少农业的废弃物，所以开放农场，本就好天然用禾秆做禾秆笔，不但向本民众认识禾的相关文化，也增加了农场的收入。终于设计推动中国学校的学生的天天欣赏的字典，一部分的土壶罐读作西壶罐盐，各结合盐笔盐奶，变作当地饮食的壶罐笔。本人做推动米王的抢农唔上错，除了种好米以外，按计划陆续推动田间体验考察，利用人家母的壶罐来加工做文创品。想讲那下人了了解米的生存咯呢，然后就从稻草它在利用，然后也可以在食用上的体那种感受。还一般想要做农业相关条路的推动全国学校的园艺科学生的，一特别以学唔上错，更中意爱农场经营的方式。做农场的时候可以卖给客人，或者是给客人展示，不单单就是种田而已，还有多角化经营啊。它的副产品哈、哦，来做一些附加价值的一个加工部分。来提升农业的一个农业一个价值。那阵时，家上个冬季做出来无关变，学生诶，特产因动蛮少。一开始诶，其实对农业废弃物高利用诶想法，还是问这个面头不头。那如果